龙暌违四年发行新专辑，不惜砸下重金远赴欧洲拍 MV， 呈现乱世战火下的爱情故事。其中一幕抱着女主角的戏，凄美又浪漫。不过王力宏表示，这个公主抱拍了两天，她可累坏了。那天抱到踢腿，对，两天呢，其实很累啊，抱了两天呢。平常有没有练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你还记得这一题哈、啊？哎，假装忘了，对，看你的眼神不放过我。Of course、啊。平常不会连续两天呐、啊。王力宏今年刚好出道20年，从偶像歌手出道的他，现在已经成立唱片公司，自己当老板。谈到音乐创作，王力宏满脸严肃和坚持，被逼问年终奖金发多少，也不轻易透露。就不可能说。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一样吗？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要就是一样啊，没有一样啊，没有关，因为有的人是那也是要看你真的表现、啊，不要想太多，你就说嘛，反正你是最后签单还是你在签嘛，我们又看不到。哦，也不能糊弄啊。哎呦，对，做人还是要诚实。好了，王力宏近年来多元发展，最近还和好莱坞男星克里斯汉斯沃合作拍片，闯荡影坛，成绩不俗。各方好友借着他这次发片，大方献上祝福。就连 NBA 球星林书豪也来插花。王力宏笑说：“林书豪以后不打球，可以找他管唱片。”然后你制作，你出钱这样子。我们可以先进录音室商量商量，是是，开个麦啊。听起来没什么诚意，他都帮你这样对嘴耶。对对对，对嘴肯定没有问题。OK。王力宏表示，这四年来不管是拍片还是巡演，绕了世界很多圈，现在回归音乐，预定情人节在台北举办免费的新歌演唱会，透过一首首歌曲向歌迷诉说这四年来的经历和故事。中央社记者简玉琪、王一文台北报道。